昨晚睡得好吗？归走之后，睡得还不错。他这个人是不像麻烦。他为你退了婚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就算他这样，我也不可能回到他身边。你真的这样想吗？ 你心里有的，一件小事而已，不能证明什么。以小见大，细节才能体现真心。就像你不知道，我的房间也有蚊子。